私自告白即兴，这样不行，想要一点点靠近，但我脚步轻轻。救命啊！谁呀、啊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动手，还是太仁慈了。别动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怎么回事，同学？是你打电话吗？对，这个就是学校最近出现那个校园变态，这是他的犯罪证据。好，我们会处理的。起来，走。那么紧张干什么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路过。那个，谢谢你啊。我今天才知道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。对不起啊。你受伤了？我背你。不好吧？背你去医务室。老师好像有事出去了，看一下你的伤。这点小伤我也能处理，你先别乱动。应该是涂这个吧。这是碘酒，你瞎用什么？我哪知道它是碘酒，它上面又没写。碘酒是红的，你色盲吗？我当然看得见，就是没注意而已嘛。他不会真的是色盲吧？我来帮你弄。谢谢你啊。等一下。完蛋，他要干什么？他不会发现什么了吧？这几。九。这个是几？九十八。还好我背的熟，走吧走吧。等等，这人还有完没完了？这外套是什么颜色？算了，弄一下吧。黄色。错了，是绿色。韩默默，原来你是……别说。没想到色盲也可以学设计啊。我只是红绿色盲，又不是全色盲，看得见颜色的好吧。
四模还有分的吗？当然分了，真不知道你这智商是怎么考上大学的。伶牙俐齿的，就不怕我把你的秘密曝光，进不了那什么 MUA？ 你。来，林大少爷，你今天肯定饿了吧？忙活这么久，我给你拆个面包吃。本少爷才不吃那么普通的东西呢。饿了就饿了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本少爷犯得着吃这个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家老头因为你那个视频断了我的生活费。唐嬷嬷，以后你得负责我的一日三餐。我？凭什么？不想进 MUA 了？你干嘛吃我面包？我以后都是你负责人了，我吃你面包怎么了？怎么都11:30了？这样宿舍肯定回不去了，叫宿管开门不就行了？你懂什么？我们现在回去就会被扣学分，我扣了学分，我就考不进 MUA 了。那，你确定你要一个人待在这儿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待这儿了。我听说啊，之前这个地方有个学姐，在医务室吃了安眠药。从此啊，每到凌晨12点，这里会有莫名其妙的哭声出现，很可怕的哦。我才不怕呢，你赶紧走吧。那我就走了。你走吧走吧，赶紧走吧。那我真走了。吓我的。唐嬷嬷，唐嬷嬷，唐嬷嬷，你不是不怕吗？你真不走了？现在时间太晚了，回去也比较麻烦，就在这儿将就一晚。就是，多麻烦呀。行了，睡觉吧。小爱，我申请5分钟无干扰自由陈述时间。好，坦白从宽。哎呀，就是我昨天不是走了吗？然后我走在那条小道上，我觉得有人跟踪我。他突然这个时候，在医务室待着了。男神果然是个好人，我们之前还说他是个坏人。不对，他就是个坏人，气死我了！真的，他知道我是色盲以后，他让我唐嬷嬷这么穷的一个人负责他的一日三餐，我哪里有钱啊？太过分了，简直了！所以你们就睡在一起了。给你看，这个是他的喜好表。我发现他不能吃辣的。不能吃辣。这就好办了，谢谢你啊，姐妹。